我们把液晶屏拆开来之后呢，沿着铁框的四边把它割断。割的时候呢，轻一点，如果一次割不断，可以割两次。割得有点滑滑的感觉，就证明已经割断了。边割开来之后，我们就再把它割成一小段一小段，这样的话就方便于我们等一下再把它撕下来。我们可以一边撕一边用这个铲刀往后面，我们用手直接撕起来，或者是说当手撕起来撕不好撕的时候，我们用铲刀辅助，一边往后面铲一边撕。刮胶我们用那个美工刀片剪成三段，然后拿一段其中一段来刮，你看斜着玻璃45度一下就刮干净了。擦干净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贴膜了。首先把这个保护膜慢慢的往后面撕下来。把两个角固定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往后面贴膜。这个时候呢，